不是，好，我不给对评论的时候你对我说嘛，我是狗，我是母狗，我是母狗。猫嘴哥被小杨哥整害羞了。你干嘛亲我？他这个比较耐摔，不容易摔坏。大哥了。先跳舞吧。先那个跳舞，我先跳舞就跳。先跳舞，先跳舞，先跳舞，来，先跳舞，先不要管，先跳舞，来，有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好好啊。最近好久没锻炼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久没锻炼，有点累啊，兄弟，不好意思。我希望今年能够做成三只羊董事长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允许，允许啊。我都没有东西了，我家里都拿空了，怎么样？我的爸爸妈妈也抬脚一步，做朋友要正常。转828给你。不，你输了。你把打开。我坚决不听我的话。我坚决不能说。哎呀，不行，输了。哎呀，这不行。哎呀，刚给你买了 iPhone 5，这不是顺的吗？我多花了点钱。你看，我都花这么多钱，你要不我也不用找了。嗯，我随便拿样东西。好，帮人拿小的。好，可以。我拿的是这个充电宝。这样吧，拿个叫小马线吧。哎，拿吧，你拿。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行，你不开不会死。哦，看，这是。是什么？杨文顺的大杨哥对小杨哥握紧了拳头。前两天小杨哥在公司吃锅巴的视频被大杨哥看到了，大杨哥心疼了，所以来公司给小杨哥加餐。小哥，你在吃什么？吃。蛋哥，小杨哥吃，你吃的什么？吃什么？你吃的什么？我的水，我的水。为了直播效果，大杨哥也是拼了。蛋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马桶那个盖子拆。还好，这个马桶是新的，没有人用过。拿这干啥？一会儿直播用。兄弟们，这下知道马桶圈是哪来的。哎呀，你哎，你竟然拉屎！哎呀妈呀，有人能穿稀，一脱裤子，啊，直接穿到地上去了。小杨哥这表演还有画面感，是吧？这样回事，哎，就不凉。那大家知道怎么穿了吗？不要回去，不要穿错了啊。乔妹唱歌，天蓝蓝，秋草香，心中的天堂，谁把思念化一双翅膀？敞开你胸膛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飘散最动听的悠扬。我被6000万粉丝的网红威胁了，刚才让他删掉啊，不删你就死定了，听到没有？小杨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去他办公室看看他在干嘛。哎，小杨哥最近怎么来那么早啊？来早点玩游戏嘛，不然我哥俩就玩不了了嘛，上上分懂吗？你拍视频吗？对啊。哎呀，你拍视频不早了，出去拍，重新进来。咋回事啊？还用我重新进来？还是听他的吧？谁让他是老板呢？翔哥，最近怎么来那么早啊？哎，学习啊，看看那个资料啥的。哦，大杨哥说的对啊，不对，我哥说的对，是吧？要多学习啊，多啊，天天玩游戏不好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我也不想笑场，可是他说他要学习。把刚才那段掐掉。你看他自己都不相信。刚才那段删掉啊，不删你就死定了，听到没有？是啊，哎，什么？叔叔阿姨说想让小黄表演个才艺，来给小黄，我小黄给你们表演一个好不好 ？OK 啦，你跟我比佳佳，还想跟我比绿茶？我可代比你是华，你什么是华 ？OK 吗？啊，对，新年时候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OK， 不是他单调了，你咋看到单调了？讲专业一点，专业一点啊，专业一点，当我弟，小师傅。对，他非常专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走，师傅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想跟兄弟们说两遍。新年第一天嘛，天天吊吊梅，天天吃吊梅。顿顿吃翘梅，每天吃翘梅，红烧翘梅，清炖翘梅，烧烤翘梅，
是不是老翘嘴啊？新年跟兄弟们讲两句啊？祝兄弟们干嘛？新年翘嘴发发发！新年快乐，早生贵子，生日快乐，新婚快乐，对吧？好啊！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有什么缺点？缺点？我的缺点？那你有什么优点？哎，你问我优点，我不就好说了吗？我说我优点，我能说一天。以后跟你讲啊。那这样，你说说我的优点吧。啊，你的优点是吧？你的优点也能说一天啊。你看我跟你讲啊，很多，漂亮，是吧？还有很多很多，啊啊，继续啊，啊。Put on my shoulders was a weight I carried with me every day. Crossing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of rage, and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.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pathways of trouble. I was. 哎，张国伟老师你好，接下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功夫。我们带空，比不多么带空，比不多么带空，比不多么带空。把手机传给今晚最酷的人，把手机传给今晚腿最长的人，过来，把手机传给今天晚上手表最多的人，把手机传给今天晚上最美的人，把手机传给今天珠宝最多的人，把手机传给唱歌最好听的人，把手机传给最白的人，把手机传给今晚跳舞最好看的人，把手机传给今天最猛的人，把手机传给今天晚上最帅的那个人。我不行。我送了杨梅公开的红烛，准备把火柴烧一包，第算好路最后说话。